我是悠然，不是自然更是悠盘。今天这把游戏又遇到了粉丝了哈，并且看到我们的阵容居然吓得直接都不玩了，被活活气死。结果没想到的是，我居然还上了他的当。那把玩的是侦探哈，那你们六猫奶酪就交给我好了。再来一个。都隔了两条街了，那粉丝居然都还要来锤我，看来真的真爱粉哈。咦，溜溜了，我去，你还来啊，我去，大意了，没想到他还想着追我，不晓得队友能不能把我救下来哈。你那个兵插的是真的迷啊，你是故意的吧？哼，是不是想扣鸡腿啦？我的天，这几何桶简直666啊、哦、要不是猫有盾，这简直就是完美操作呀，厉害了厉害了。嘿，看来小表弟你是真的故意不想救我的、哦、实锤了哈，我必须扣你鸡腿。赶紧溜了，真的是真奶粉啊，我相当难受，我只是想安心的推个奶酪而已嘛，你有必要那样对我吗？那么只能看看队友怎么玩了哈。哦，我去，又是几个头、要是用小炸药就完美了呀，可惜了可惜了。哎，不过最后那汤姆也是被锤自毙了。嘿，小表弟还存了一个军火库哈，厉害了。那么最后你们说我要不要扣小表弟的鸡腿，看看谁的点赞最多就听谁的好了。